只要看到他，我就吓得肯定又是在梦里面啊。人一旦晓得自己在做梦，就会像游魂一样，有时候还会飘起来。在梦里面，我总是怀疑我的身体是不是精气做的。如果是的话，那我的记忆肯定就是石头做的啊。Thank you.